三個字啊，我見光，好似個名咁啊，我見光。咁其實呢今次嘅 Sparkle 嘅 Timon Design Sparkle 嘅系列，係來自我呢過往嘅呢兩三年，即係陪住我嘅成長一齊走嘅。咁我最近兩三年又經歷咗好多唔同嘅事啦。咁以往嘅七至八個月，我係停咗係休息嘅。咁休息嗰時，我就重新諗翻我做過啲咩啊？點解會去做啊？同埋究竟做嘅意義喺邊度？即係做嘅每一樣嘢。咁我其實領悟到好多inspiration， 之後成個有 refresh 咗啦，有 recharge 咗啦，咁都令我覺得之前嗰段時間係原來自己係生活咗喺一個黑暗裏面，每一日都係一個好似一個 cycle 咁樣，所以。係咯，呢個今次嘅 collection， Sparkle，I see the light 係我終於見到光啦，終於認識到自己啦，更加了解自己，係咯，呢個咁樣嘅 concept， 同埋 when there is no light， there are no colors。这个都是其中一个 inspiration， 我摆在个整个 collection 里。所以有很多不同的颜色是我们 TWD Design 是未试过的。是的，我的 tips 是一个人喜好，但对我来讲的话，如果我要穿，我会是整个 full look 去穿，整个 full look， 由头到尾都会是一个颜色是做打底的 template 的。咁之後上面可能有啲 accessory 啊，有啲 scarf 啊，有個帽可能係唔同顏色嘅，對鞋啊或對襪啊 ，so 係咯，我通常襯自己個人喜好就係200分啦，91分咁樣，九或即係大嗰個 portion 就係 template color， 好似今日係藍色嘅，咁我可能個 scarf 同埋對鞋係嗰個細啲嘅 ratio。我是这样的，不过你想个人喜好咯，即是 你自己看看你自己哪些颜色自己穿上身，根据自己的身形和taste， 那自己趁你喜欢穿什么都可以，其实不穿都可以，其实。Must have 呢，我觉得是今次 Sparkle 里面 I see the light 这条短裤。咁有唔同顏色啦，我最中意呢個係黑色。咁我成日運動咧，都會著呢個出去跑步啊、健身嘅，做 gym 嘅。咁第二個就係帽啦，帽你頂帽啦，漁夫帽啊。但係我係中意反住嚟戴嘅，係咯，因為行路要睇到前面。之後仲有一個就係、是、啲恤衫。恤衫 oversize 嘅恤衫同埋褲，我哋有幾個版嘅，今次係有三四個唔同嘅版，有啲厚啲，有啲薄，我最中意最薄嗰個嘅，係同埋你成個 collection 我哋著出去咧，俾我哋嘅 inspiration 係你著出去啲 event， you're not 你又唔會人哋覺得你好似冇乜打扮，都係個 flavor 喺度嘅，同埋係好 clean， 同埋好個 fit 係靚，即係 balance 嘅。呢個就係、是、即係去啲 luxury event 啊，乜乜都可以digest 到嘅。咁但係你落街買餸，你都唔會 overdress 嘅。所以我覺得呢個嘅 balance 係that's something that I would do。